你最近想要哪里啊？装我。等一下哦，我想一下。好，那只要你讲到甄姬的那个什么实力吗？那才是魏延的专属。七凤朝阳刀哈。主家要不要跟线上玩家 PK 一下？可以啊，就看谁刚好被我那个刀啊。真的假的啊？可是他怎么会加入 S7 的中文公会？我有点不信欸，他是外国的吗？欸，可是他真的是新手欸，30等。